YouTube 系列二赚钱之谜前传，点解会拍片？之前在网上某个 app 发现，原来拍片系网上赚钱方法第一位，最劲嗰个一年1200万美金，当时每日50亿浏览量，而家唔知啦。喺10年9月之前，因为需要而开始拍片、制作、比赛同埋表演影片，已经拍了超过1000条。在2015年12月突然间想转型开始计划，首先加入了一间中介公司，本来都没想过赚几多，纯粹测试有没有偏财，结果加入了4个月连1蚊都没，6个月后仲无声无息被消失，又没有通知。其实公司抽佣40%，仲要等1个月才会见到上个月的结果，被消失之后反而很快见到结果，但又发现有些影片被移除赚钱设定，有点无奈。2016年头尝试后 YouTube Shop 被拒，结果去上创作者学院英文版，因为英文太深未能完成所有单元。2017年3月见到有中文版，终于完成所有单元，最后发现一个可以连接最多500个频道的方法，便正式开始了。下一集正式开始 YouTube 秘密，会开始讲解开频道需要注意事项，开了都可能有用，因为你会开多条频道，新开频道限制越来越多，令人却步。